开车上，因为进去他也是，我进去登记出来的话，他也是不登。他要去了之后，他都通知我们开车上，叫解放的县的给解除，解除来都放了。因为没有，我是个异地案件，不是当地案件，他们现在提需求的，两条人命开车上，他赔偿500块钱，实施证据。 他们这回用M28车把我东西全部抢完，这是这根据开栓要给我们软禁拘留落脚，这出来话一直到现在逮不到处理。这个我们还是相信国家自有眼，没有戏。说实话，还是依靠国家自有眼。 不是我一个人，现在东西给弄的不少，全部给他们的，全部超，虽说是没有超过，把我的东西、吃的东西全部拿完了，连点油都不拿走。对我觉得出来话，现在都是你昨天给了一双，那俩女的。 那俩河南那俩女的，昨天晚上都没放水，我才把被子吞下来。我这都冻得乱嗖，说冻僵就，能不叫他睡觉？吃饭能不叫他睡觉？今早吃饭的话，就是我那三碗米，将就，云啊，早上饭，这个都吃。这眼见明天，后天开春，不用管。 我们得要想办法，得要苦生活。现在到处都放假了，不是国家不管，不是后勤人不管，人家都有一个家，这个年前都回家过春节。 你这人在这玩意儿，完事了，我瞅着东西没货了。我又不用问，我就是一过来了。看东西为主，玩儿，看东西为主，啊。手里没有没问题，你说了是吧？我是说要交库的，想来已经都半年了，手里哪有钱？